以后呢，宇宙人一定会出贴纸布的。然后我们现在也有计划要来复刻以前出过的，比如说宇宙人那个顺手捐发票，救救宇宙人。我们火箭贴，这是我们很久还没出片以前就有做过的贴纸，叫做顺手捐发票，救救宇宙人。因为宇宙人那时候还很穷，然后所以希望用发票来募集我们。因为这个发票有个故事，你要讲一下。哦，好，我们不是募集了一堆发票。哦，对，募集真的很多，然后我去对了。就是每次表演的时候，大家每个观众大概都会拿这一大叠，就大概这么多，真的有。真的有，然后而且我们会自己带个纸箱，还不是透明的那种，这很专业的亚克力箱，是纸箱，上面贴一个印表机输出的那个顺手捐发票，就有一个人，然后大家就投进去很多，然后我们一个月、两个月就在对一次，然后目前为止只有中过一张，然后。而且那张呢，还是我去加油的时候，那个加油站给我发票。所以就是说，一直老天就告诉我们，钱不是这样来的，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，一步一脚印，没错，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去把它撞出来。所以也希望大家不要妄想着，你知道压哪一队赢你就会赚大发大财，因为那个世足赛那个赛况实在太难预测了。好冷门的事情常常有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我是觉得，因为那个在场那种国际场合上，其实大家都会紧张，所以其实不一定能发挥真正实力。对，讲那么多呢，宇宙人就是会出那个很多贴纸在未来日子里。好，然后还有你要支持我们那个新的作品《宇宙人001.5》，然后副标题还没想，所以到时候那个宇宙人那个在那个网络上的专辑名称会特别长，《宇宙人001.5》，然后还有副标这样。因为现在的宇宙人是宇宙人同名专辑宇宙人，宇宙人001同名专辑宇宙人，所以假如我要写一首诗的话，以后就可以用宇宙人的专辑名称来写诗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宇宙人，接下来下一首歌只有一个字，而且我们一定会在这一首歌里面丢贴纸，所以大家要注意，一起跟我们一起。嘿，注意贴纸。